吃呢？你现在请吃的人，你想要谁吃怎么样？自己吃好不好？我怎么知道是谁？来看看晨晨抽到的是谁？哎呀，不要开！有人想吃？不要开！我看到了阴影，看到了阴影，死掉！我们优秀的美食家，美食家。哎意大利的这位名厨，你将品尝来自范丞丞制作的鲁菜芝士芥末三明治。没有这样吧，我这个有点太过分了。你只要过分啊，我觉得那我是一个小脚好吧，小脚这样一下好，这样我先，你先不要吃，我先给你介绍啊，介绍介绍一下。这个呢，你吃完可能就会徘徊于生死之间，因为这块包括了天使和魔鬼。啊，天使与魔鬼同行。但是如果你吃完，希望我追变天使吗？那个快先叫来就不喝了。是一点点吧，好吧，是一点。可是如果我吃完后代，我破音了就不能发哦。所以平时吃不吃这个芥末？不吃，完全不吃。明天吃一小块，吃一小块。今天人生总要有挑战。嗯，挑战吗？帅气。我们的刘长进同学，吃一小块，吃一小块，一点点咬一小块，就咬嚼小嚼肉小。这个也太扎实了吧！不小心，冷漠的表情说明了他也很害怕芥末。不是张大师，你是我哥，你害怕芥末吗？不害怕芥末，坤坤不怕的。芥末只要配对。哎呀，长进吃了一口。长进演技到这个时候来了，飘过，高音高音。好吃吗？你觉得？这么表情。蒋劲，导演吃完这个芥末的三明治，要吃什么？哎，今天喝点东西。哎，我们掌声给蒋劲鼓励一下，帅气。蒋劲，吃完这个，你将在娱乐圈笑傲红拳。真的？哎，但是不要打我。我突然想说一个句子。一直在说这个事，是有后劲的。我现在背向前，小心别再这样了，表情包都自己撕掉了。啊，哇，这个有后劲，芥末的后劲比较大，是不是？我说的他这个后劲更严重啊！真的啊，辣椒粉真的没有，怎么这么辣？好了，没事，意大利美食家。